的三个小矮人。从前有位美丽善良的小女孩叫拉丽莎，她的爸爸给她找了个后母，后母对她很凶，经常把好东西分给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而把坏东西给拉丽莎，还经常欺负她，后来简直把拉丽莎当成了眼中钉，因为拉丽莎长得比自己的女儿漂亮。冬天来了，山林里漫天风雪，后母把一件纸衣服交给拉丽莎，让她穿上这衣服到森林里给她采一篮草莓来。拉丽莎流下眼泪，不敢违拗后母的心意，只得冒着严寒往森林里走去。拉丽莎在森林里看见了一座小房子，里面住着三个小矮人。三个小矮人向拉丽莎要食物，并且让拉丽莎帮忙把屋后的雪扫掉。拉丽莎答应了。拉丽莎的善良让这三位小人大为感动，他们决定帮助她。一个小矮人说，我愿她一天比一天美丽。另一个小人说，我愿她每讲一句话，嘴里就吐出一块金子。最后一个小矮人说，我愿她嫁给一位国王，当上王后。拉丽莎带着小矮人赠送的草莓回去后，后母非常吃惊，问她从哪里采来的。女孩把经过详细地告诉了后母，她每说一句话，嘴里就掉下一块金子。后母的女儿嫉妒极了，吵着也要到森林里去采草莓。后母的女儿也找到了森林里的小房子和那三个小矮人，但她非常傲慢，没有礼貌，招致三个小矮人的厌恶。他们诅咒她，一天比一天难看，嘴里蹦出癞蛤蟆，不得好死。女孩没采到草莓，气冲冲回到家里，刚开口说话，癞蛤蟆就从嘴里跳出来了。后母记恨拉丽莎，把一捆纱线和一把斧头交给她，让她敲开冰河，把纱线洗干净。拉丽莎只得同意，却在河边遇到了国王。国王很喜欢她，娶她做了王后。拉丽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后母听到这件事，想到了一条毒计，她装作看望王后，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到宫里，趁旁边没人，把王后扔在河里淹死，把自己的女儿装扮成王后，让她躺在床上装病。王后死后，她的灵魂变成一只鸭子，每晚回去给小王子喂奶。后来这件事被国王知道了，他举起宝剑在鸭子头上一挥，王后复活了。国王很生气，命人把后母和假王后押来，让武士把他们装进一个圆木桶，从山上滚下去，一直滚进了河里。